你怎么把湿的衣服挂到衣柜里了？哎，哥，这两个人都挺好，男的还行，女的一般。 你不觉得这两人有点眼熟吗？眼熟吗？哼，我怎么想不起来？反正在哪见过。见过吗？刚才紧张死我了。你刚才胆子也太大了，就站在那儿。其实没事儿。 警察这次来应该只是询问，他们没有搜查令，是不会随便乱查你卧室的。你看我干嘛？你挺让人意外的。意外？ 刚才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会骗警察说自己没去过停车场。没法骗啊，能到我这儿来，就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线索了。而且那天我去的时候，跟看门大爷说过话，这事儿瞒不住。越撒谎，反而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再说了，也不能骗警察呀。不能骗警察？那你怎么没跟他们说你晚上要去过停车场？他们也没问啊。 我倒是觉得，我刚才不应该让你带他们俩藏到我的卧室。万一被警察发现了，我还真是有嘴说不清了。我看他们也没有怀疑我，到我这儿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。他们确实是没怎么怀疑你，因为你是个文弱的女人。陆阳被袭击的现场肯定会留下袭击者的痕迹，怎么看也不会是你。如果他们知道我跟你在一起，你就成了怀疑的重点了。 今天那两个业务经理没吓着你吧？没有。下次别随便跟人开门，咱们也不看清楚啊。我还以为是你呢。你先坐吧。